才有办法十分钟充那么多啊？那电池那么大一点，它的电池更厉害啊！不是啊，那不是电池的问题啊，是充电器太烂的问题啊。是的。那这样子要很大一个充电器。它可能要电压变超高。对啊，那就真的是高压电塔啊！你要开去高压电塔充电。从那边出生嘞。